我妈说养狗千日，用狗一时。今天我就是她的枕头，只要我妈提要求，我都会答应。糟老头儿真是太烦了，睡个觉都不安稳。我要做个好梦，梦里有阳台。不能吃的，宝宝们不是不给你们吃，这个吃完死掉了，死翘翘了，就没命了。吃了之后你们死了，我也省钱了。不能吃的，好吧？这巧，哎呦呦呦，这个巧克力不能吃的，哎呦，发财！好了，不能吃巧克力的，你们烦死了，两个人，我自己吃。哟，发财，你看，来一份呗，宠妃又有东西吃了，我们小姐姐也吃点，好吧？好，一也根吃肠你点，们两一个根肠两个人吃，好吧？一人一半。吃不来。小姐姐做啥？他吃不来呀、啊！吃不来啊！哎，多了该吃做啥了？小姐姐，屁股对了人家做啥了？偷偷摸摸的了吃个肠，吃完了吞掉了，你看这一小半。没有了。偷偷摸摸一个。给你吃那么多，天天晚上来找我麻烦啊！不给我睡觉。嘿嘿嘿嘿嘿嘿！呀，怎么这个鸡翅这么小的啦？对，小吃。肯德基有这种鸡翅的啦？有的呀，麦当劳也有了呀。那都干小啦！哎呀，这点多少钱？全部加在一起108块。干巨啊！不，你这个是什么啦？是团购的还是什么啦？团购的。哎，这么小一个发财？那你不喜欢的，你喜欢大的，小的妈妈吃。干什么？哎呦，宠妃就是宠妃，里面的水珠是掉过来了。小六姐，傲气啊，大概行李可不能抢。手手干什么呢？手手干什么啦？打了个狗子，一本正经的。你要干什么？渣男？妈妈吃个肯德基不可以啊？嗯，就是不给你吃。我蛤蜊在家都成瓜子脸了，一见憔悴，来近距离看下。是不是脸都变尖了？